Edison 陈冠希在2017年和秦舒培结婚，育有一个女儿 Alaya， 眨下眼她已经三岁，而3月4日就是她的三岁生日， Edison 就提早为女儿举行生日会。有别于一般小朋友的生日会， Alaya 生日会就放满她的画作，背景墙上就用5幅油画写着 ALAIA， 相信她相当有画画的天分，小小个已经有不少的作品，而且水准相当之高添了。